歡迎繼續回到嚟耀財財經台直播環節，嚟到係問答嘅時間啦。如果你都有股票問題想問嘅話，爭取時間向我哋提問啦。呢一節嘅嘉賓係我哋嘅事務總監郭思智啊，郭 Sir 你好。係你好。好啦，咁啊，歡迎大家就向郭 Sir 提問啦嚇。咁啊，先接通第一位嘉齡觀眾，電話旁邊啦就有程先生。程先生定鄭先生啊？鄭先。係鄭先生，早晨啊。早晨。係郭 Sir 喺度啦，有咩問題問？我想問下郭 Sir 咧，只港鐵44蚊高位入嘅。咁啊，繼續揸住定係要走呢 ？OK， 好啊，咁啊，見到啦，就係港鐵公布完個業績之後啦，稍有回落啊咁啊，見到現時港鐵啦做緊42.4，咁啊升翻上嚟1%噶啦。嘉齡觀眾44蚊有貨，其實距離現價就唔算太多嘅啫。但係好唔好真係俾少少耐性等一等，定係話要先行止蝕啊？其實咧喺分行度講咗咧30幾蚊啊，即係上一次未除淨嗰特別股息2.2同埋末期息8.1嘅時間咧，未除淨噶已經推介噶啦嚇，當其時已經係叫大家咧作中線嘅部署，咁你啊一路咧都冇買到，到去嗰個3蚊嗰2.2嘅特別股息同埋8.1嘅末期息除淨咗，升到上44蚊呢個價，其實個一年嘅高位44.5。你去到一年嘅高位，你先至買，老老實實，你係買遲咗嘅，真係買遲咗。因為起步點係35蚊，咁啊跟住升到上44蚊、44.5，你計埋3.01嘅特別股息，而家圍到成47蚊嘅啦，啊喺高位嚟講，咁啊梗係有回吐啦。咁啊唔買都買咗啦，因為基本面都仲係好嘅。雖然今年售樓嘅盈利稍為收削咗一啲。但係我覺得咧就問題應該唔大，最緊要就係個票務啊，同埋一啲租金啊，同埋一啲廣告收益咧，嗰度係好強嘅現金流，亦都好穩定，可以中長線持有，最終佢都係要升翻上去。不過由30幾蚊一路升，早唔買遲唔買，係要去到44蚊接近嗰個一年高位，嗰時候先上車，咁你咪真係上遲咗咯。咁因為由低位上嚟已經升咗成30%，梗要消化噶嘛。大跌嘅機會就冇嘅。但係你話如果有足夠嘅持貨能耐嘅，其實唔需要擔心。驚就驚自己冇足夠嘅持貨能耐，因為佢只股份已經升咗成3-4個月嘅啦嘛，已經。咁啊，如果你話早個階段買，梗係輕鬆啦。買遲咗嘅就冇辦法啦。而家唯有睇下你自己嘅持貨能耐啦。驚就唔使驚㗎，可以等㗎嚇。好，咁啊，唔該曬阿陳先生，希望都幫到你部署著就係港鐵啦。要聽聽下一位嘉齡觀眾啦，電話旁邊今次有林先生，早晨啊，林生。係早晨，你哋好。係你哋好，係你好，你好。我想問地心領展咧，係八件衫，呢個價位啱唔啱入貨啊？好，今天未有貨，現時嚟講想買啊嚇，呢只同港鐵一樣啦。最近嚟講，近呢幾個月啊，股價都係走強噶。咁啊，見到現時咧就係領展啦，稍有咧就係回落嘅。咁啊一度啦就係跌翻穿呢個55蚊，現時又再上翻嚟啦，做緊55.9。咁啊稍有反覆嘅，咁啊現時呢刻都反覆當中。咁啊算唔算係高位咧？郭 Sir 呢個時候入又即係驚唔驚有其他嘅風險因素啊？其實都係遲咗㗎啦，因為咧起步點都係40蚊松啲啫嘛。咁其實咧就收益嘅穩定啦，但問題低價上嚟已經升咗成30幾%㗎啦嘛。咁啊近期一眾嘅risk 咧有少少係高台嘅整固，其實好正常噶。如果你係屬於一個短線嘅炒作咧，咁就暫時嚟講啊，我自己覺得咧就最好等等先。如果你話仲有3厘幾股息嘅，可以係作中線嘅部署嘅，唔緊要，但係咧一定要分住買，因為成個大市由低位上嚟已經升咗好多㗎啦嚇，咁啊冇錯，佢仍然都仲係繼續向上揾高位，但係佢嗰個上升嘅勢頭同第一陣升已經係完全唔同啦，40幾蚊升到上50幾蚊嗰下咧，其他股份根本上好多都係原地踏步，除咗港交所比較好啲、騰訊比較好啲之外咧，絕大部分嘅股份都係低位整固嘅，咁啊資金咧就～避險又好，或者貪個穩定收益又好咧，一眾嘅 risk 咧都不斷上升噶。但係近期咧其實成個板塊咧都已經開始放慢啦，因為始終係升得比較多啊嘛。可唔可以買咧？收益方面冇問題噶嚇，我仍然都仲係中期睇好。但係短期嚟講，老實講升得太急啦。就算你個恆生指數再進一步向上升，我諗咧就領展嘅股價咧都要喺高台上面咧稍微整固一下、消化一下噶啦。咁啊，
步伐會比較慢啲嘅咯喎。咁如果你係等得到嘅等咯，等唔到都冇辦法啦，因為係上車係上遲咗嘅啦嚇。好，咁啊，希望都幫到林先生啦。咁啊，同大家順便跟進一下成個 risk 嘅板塊最新嘅表現先啦。好，除了領展就跌緊三毫子之外，其他嚟講大部分都是上升的，智富現時呢一刻就升緊一仙，報9.61；冠軍產業升6仙，報4.79；宏富產業升2仙啊，報3.5；富豪產業咧就微跌緊一仙，最新報2.1。郭 Sir 同你傾下呢個板塊啊，其實除咗咧就係領展啦，自己有啲業務啦，可以同大家分析之外啦，其實成個 risk 嘅板塊都係面對住一個問題，就係美國究竟加唔加息咧？加息對於佢哋呢個板塊嘅影響又深唔深咧？咁但係喺翻咧見翻過去呢一段期間啦，咁大家對於即係美國方面加息嘅情況咧，都預咗啦，佢嚟緊會慢慢加噶啦。咁但係見到呢個板塊咧，繼續都係走強喎。咁啊，其實喺啲市場嘅資金啦，就係流入去呢啲比較避險啲嘅板塊啊。咁但係定係話對於呢一個風險嚟講就？冇咁擔心咧，點睇呢個板塊嚟緊嘅前景啊？咁都要睇成個大市嘅，因為咧就市場嘅避險情緒咧，近期嚟講有少少係降温嘅。但係大家要留意，如果英國嗰邊咧，好似蘇格蘭啊、愛爾蘭嗰啲咧，又再進行供求議要留歐嘅話咧，咁市場又會起波動㗎啦。因為咧到期時可能大不列顛就變得小不列顛㗎啦嘛，咁啊即係榜業都可能面對新一輪嘅拋售。咁啊，市場嘅避險情緒亦都有機會進一步升温嘅啦。咁啊，加上咧就其實美股近期已經升咗唔少，港股亦都如是。咁啊，會唔會因為有少少藥引出到嚟，而令到個大市喺九月、十月會反覆咧？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噶。不過講真，市而家呢一分鐘咧係處於一個中期逐沉頂嘅形態，只不過就係呢個所謂中期逐沉頂已經升咗2956點嘅啦。已經升咗噶啦，你再升多500定係800定1000咧，係冇人知。但係由起步咁計數上嚟咧，由於累積嘅升幅已經相當多，如果係有好嘅，咁可能股價已經係多少反映咗噶啦。調翻轉頭啦，大家諗唔到有乜嘢突然間黑天鵝一撲埋嚟，唔使太大隻，細細隻一撲埋嚟咧，已經係觸動咗升市嗰個投資者嗰個信心嘅神經噶啦。到期時高台亦都有少少反覆。我唔理你咩板塊，高台一定會有一個消化同埋整固噶啦。更強勢嘅騰訊你都要消化啦，港交所亦都要需要消化啦，係咪？你好似港鐵啊、領展啊呢啲，其實個收益好穩定噶，但係股價升得多嘅，始終嚟講一有少少比較偏淡嘅消息出到嚟咧，就會成為回吐嘅藉口噶啦嘛。唔該曬郭 Sir 啊，咁我哋先休息一陣，轉頭翻嚟仲有10分鐘俾大家向郭 Sir 提問嘅。咁啊，想爭取上晝啦，問下郭 Sir 嘅部署，下晝可以做翻啲動作嘅話咧，就唔好行開啦。咁啊，轉頭翻嚟繼續提問啦。咁啊，我哋先休息一陣，轉頭翻嚟繼續有問答嘅環節，咁仲會答埋咧就係電油方面嘅查詢嘅。恆指而家呢刻升緊33點，最新報22527點。